我是李志恒，今年23岁，来自拜地宫醒狮团。我学了舞狮应该有7到8年左右。我是八手，在 QCD Mall 的比赛中，我很享受，因为现场的观众和气氛都很好。大家好，我叫曾浩天，今年21岁，我是罗手。在我们收到这场比赛的邀请的时候，我们只有3个星期的准备时间，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比赛成绩的时候，也感觉蛮满意的。你好，我叫李启俊，今年23岁，我是把手。当裁判亮分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很兴奋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拿到这么高的分数。我叫杨俊安，今年22岁，我舞狮已经有12年了，然后我是来自大三角鱼池区中华龙狮团。我的名字叫做李俊介，我今年23岁，我参舞狮大概有17年了，我和他拍档是有6年。今天我们拿第3名的感受是怎样？就是讲说我们每一个星期都练习7天，我们一天练习有3个小时，我们的付出是，我是感觉是值得的。今天凌晨我们从槟城来到这里，然后现在我们也是要回槟城，大概也是要到半夜啊，可是我们现在心情是很开心。